我的力量远不止这样，为什么就是使不出来？我早就说过，你的攻击动静太大。知道知道，我这不是在练吗？脚只能踩在圈里，试试从那儿过来。这不就是小孩玩的跳房子吗？咦，哼，嘿嘿，轻轻松松，完全不行，多余动作太多，脚都出圈了。一直以来你都用力过猛，无意识间浪费力气，所以才无法随心所欲。动静结合，这样才能打击最大力量。动静结合，好，再来。风神积木明明让李小扎升级了，可为什么只有火炼击神没有变强？真麻烦，这里头一定有问题。江云，自从迷雾消失，青铜王城就一直在传出风神积木的反应。嗯，这么明显，敌人一定会来，明天肯定是场硬仗。不能浪费时间战斗，明天你们去拿风神积木，我来拖住敌人。不行，你知道你要面对谁吗？黑龙虫柄，来的一定是他。所以这才应该由我来，我这个队长来。要是我没回来，大家就拜托你了。啊，好像伤皮肤，我先睡了。雷雨，不错，区区300次才成功。你就不能夸夸我吗？啊，对了，杨天，之前你说过，妈妈被抓走的时候，我也和你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到底怎么了？阴帝国屠戮了我的家乡，还抓走了我的母亲。啊！后来，我调查到母亲关在朝歌的华山大监狱，为了救她，我才加入昆仑。天，你头发又长了，妈妈帮你修修。啊，这，没事儿，我来帮你救妈妈。不，啊，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插手。还有多久？虫柄大人，在您英明的领导下，那风神积木就在眼前了。原来恶龙四圣全在拍马屁，难怪那森龙会输。别拿我们比，我高龙大圣可是恶龙第一大力士。当然，最强的还是虫柄大人您。够了，弱者的赞美只会让我恶心，给我加快速度。那可不行，你们哪也别想去。是风神小队，风雷合一，黄金锤，大人小心，闪开，虫柄，区区小虫也敢叫嚣。先拿到风神积木。也对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的挣扎毫无意义。只要拦住你，赢的就是我们。雷鸟击神，小虫，让我听听你最后的哀嚎。
别光说不练，尽管来呀、啊！我们的战斗现在才开始，雷光掌！不对，这不是战斗，而是单方面的蹂躏。我努力。吓到生物，我消失。还剩下三只虫子。站住！不准对他们出手！区区虫子竟敢命令我！愚蠢，魔龙尾可是能无限再生的。不用你提醒。什么？你以为我没想好对策？赶紧去拿！这里是小扎啊，孔明，龙仔，泰龙，恭喜你成为灵领主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恶龙人李小扎。走，我们吃大餐去。居然是幻觉空间，这机关麻烦啊。我吃不下了。大人，我们很久没吃的了，能把这些赏给我们吗？拿去吧。你们没事？对不起。哼，他们又不是恶龙人，其他种族别想占我们便宜。没错，还敢要这要那，我们才是赢家，凭什么要给别人好处？也对。走到矿场逛逛。啊，这自动道是人力拉的，那他们也太惨了。1、2、3。那你觉得方便吗？那不就行了，他们惨是他们的事，我们轻松就好。可是小扎，那又不是恶龙人，你替他们担心什么？1、2。和我没关系。听着，刚刚你所面对的不过是我十分之一的力量，寄生龙蛋。这是什么？嘘，养分可不会说话。吸收雷鸟精神的能量，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被完全侵蚀，悲惨的消失吧，小虫！这可不是，你说了算！呀！什么？你居然？为了大家，我一定要战斗下去！啊！哼，这点活都干不了，没用啊！坏蛋，别伤害我们！啊，住手！别去，他们不干活，我们吃的用的从哪儿来？你想自己干吗？这，你可没有被压迫，还舒舒服服过着好日子。啊，你是高贵的恶龙人，没理由去帮那些和你不一样的人。李小沙，你到底想反抗什么？我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和他们是谁，我是谁没关系。不对的东西就是不对，我是为了弱者，为了被欺负的人战斗。加油，我相信你们。哼，找到了。